为什么肚子总是肥胖呢？这与湿气有关。湿气进入身体，遇寒成寒湿，遇风变风湿。但是湿气如果一直在身体内，就会阻碍身体内部系统的消化以及运化，湿气无法排出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导致身体肥胖。特别是湿气聚集较多的腹部，最容易积累赘肉。湿气不仅会导致身体肥胖，也会对身体其他部位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关节如果体内已经侵蚀到关节的时候，关节也会出现一定的病症，部分气血运行不畅，或有四肢关节酸痛沉重、关节屈伸不利等表现。头部当湿邪最初侵袭身体时，可呈现头昏沉重。如果身体困重、四肢沉重、浑身不舒适，似乎身上附着重物，此外还会有发热、微微怕冷怕风、流清鼻涕等表湿症。消化系统湿邪困扰脾脏，危害其正常运化效果，会表现出胸闷腹胀、食欲欠佳、便不成形等。而因脾虚运化不利而致室内湿时，还常有口淡、口黏乏味、口渴却不想饮水、倦怠乏力等气虚湿阔的表现。月经不调、湿气产生会让女性有姨妈痛的症状，而且伴随着身体受到潮湿严重，女性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差，在月经期前后会有四肢疲倦和低热难退的症状，还会有月经量减少和痛经等症状。一种术流能祛湿，先祛湿再减肥效果好。想要减肥就要祛湿，中医中有一种药材有极强的祛湿功效，那就是茯苓。茯苓俗称云苓、松苓、茯苓，味剂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物。茯苓有着很好的消肿排湿气的作用，特别是对于脾虚食少以及失眠多梦和身体虚弱、排泄异常的患者来讲，有着非常好的改善作用。如果是因为身体里面的湿气过重而引起不适的话，是可以服用茯苓祛湿的。不过阴虚火旺的人最好不要使用茯苓，不单独使用，可做成粥或茶饮。神灵茶采用茯苓、荷叶、薏苡仁、橘提、山楂、人参等制成的神灵茶，出自黄帝内经，其中茯苓具有利水渗湿、益脾和胃、宁心安神、有祛湿排毒的作用。橘皮、山楂、薏苡仁等材料对脾胃有理调的作用，可理气调中，健脾开胃。而人参则有补气固脱、养血生津的作用，同时也辅助茯苓起到更好的健脾作用，在祛湿的同时对免疫系统也起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在现在快速化的现代社会，更应该好好照顾自己，饮食上要清淡，切勿给身体增加多余的负担，平时也多加锻炼，强健体魄，对祛湿减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